我的 morning。沙滩看妞，现在没在沙滩啊。这个地方可以，可以吧？这个地方还行吧？我整了个小别野。嗯，看看我正面啊，正面海滩，小别野，晒得不行。口罩啊，口罩不行，我的鼻子有点红，省着老有人说我，我得戴上 我得戴上，那不行，万一一会儿从正面来个人给我印出来了就不好了。这个别野里边的管家已经把我印出来了。别野里边的管家已经给我印出来了，说他们这边人都认识我，那自己人。嫂子呢？嫂子没来，我就我自己来的。你们嫂子我没带她。我飘了，惹到我了，惹怒到我了。我没有带他这一回，我没给他面子。行不行？有地位了。那里边还有孔雀呢，我走走，我走哪去？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还能走哪去？就这么点地方，还能走到哪里去？一共就这一个小院儿。等一会儿啊，有点晃，是不是？有点晃啊，别急，有点晃。来的时候吧，这个首先我的墨镜忘带了，其次飞机晚点了，晚了一个多点，我2点才到的，早上7点，我。那些大人呢，就开始吵，就开始要起床，7点给我吵醒，9点又给我吵醒，十点又给我吵醒，11点又给我吵醒。忘带就买呀，我那不行，我那有度数的，泳裤也没带，泳衣也没带，这个还有什么没带呢？那来这干哈来了？谁到了？你们嫂子的记忆力不行，我就说她记忆力不行，她非得跟我说我记忆力不行。我干啥去了？我这小泳池不行吗？我这小泳池我自己光腚下去，我这小泳池。看看这水儿，我坐一会儿，会不会有点埋汰呀？
看看啊，还好。哎呀，挺凉啊，这水呀、啊，这水有点凉，说实话。这边呢，这边说是恒温的，这边还行，这也太凉了，这水，这游个屁呀、啊！这里边应该是游不了，这太凉了。没有妹子吗？没有啊，我那独栋的哪有妹子？啊，对，自拍杆也没带，耳机也没带，自拍杆现买的。在三亚买房了，买了一个小别野，行不行？谢谢冰城哥哥的俩办卡啊，感谢冰城哥哥，谢谢。自拍杆是现买的。吃饭了吗？刚吃完呢。那个管家说他们这边人都认识我。带电脑打英雄联盟，那我过来干嘛呀？我想好了，我们的户外只有今天这一天了，珍惜吧，珍惜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户外可能只有今天一天了。后边就没有了，我要去玩去了。还行，不太热，我这有个小凉亭，还可以接受。今天玩吧，今天不玩了，今天我准备搁这酒店里边待一天了，看看风景。哎呦我。海上面有个轮船，出去转转呢，出去转转吧呢，我看看啊，谢谢这个 QL64 的办卡，出去转转也行吧，我看看啊。出去转转，我不一定能找得回来呀。我就看一眼啊。哎呀，我本来寻思吧，我就搁上面一躺，我们今天就算结束，我就在这上面一直躺着。哎呀，我在这一躺。啊，享受一下这个风景。有点刺眼睛啊。游泳游不了了，我没带泳裤。谢谢春哒哒哒。谢谢冰城哥哥的飞机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今天开播第一架飞机儿，谢谢冰城哥哥。
买呀，叫外卖了，等一会儿吧，叫外卖了。再说，你说那游泳那挺多人都穿裤衩、穿泳衣的，我却拿个手机啪啪啪搁这拍，像个变态似的，也不太好。我觉得，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他就不是一个变态的人。刚才我还看着一个外国小妹妹，外国小孩儿，小女孩儿，挺好看的，穿的泳衣，谢谢大号靓仔，三亚很多俄罗斯人，可能是俄罗斯的。走吧，我去走一走去，正好我去看看那孔雀去，还有孔雀呢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带你们稍微观摩一下这个酒店，这个小别野啊，这得慢慢走啊，这得慢慢走。这得慢慢走啊，别抖。这个自拍杆有点问题，它就是有点抖。这门怎么锁了呢？好了，你给我锁外头了呢，我寻思。这门锁了也没用啊。啊，不，没事，晚上再说，晚上再喷吧。完事了？没完事呢，我走了，我出去了。上哪去呀？Baby，我出门了啊。那个卡在哪呢？包搁哪呢？我看着了。好了啊。再见。挺热呀，哎呦我天哪！这天谁出来的？谢谢大师兄的毛，感谢大师兄的毛，我把门关。挺夜呀，老夜了，这可能有点抖啊，可能是有点抖，凑合看吧。我没有带我那个云台，我便利店买的那啥，便利店买的那个自拍杆。这里边我觉得得要一个平衡车能好一点。我这住一天多少钱呢？几十万吧，没多钱。谢谢大师兄的毛，这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。我两只手拿着就好了，我两只手拿着，我走道就抖。也就我一顿早饭钱，还好吧？不过这环境确实还可以哈。要么我就这样，这样就瞅着就能好一点。
刚才那孔雀园搁哪去了来着？谢谢大师兄的毛。比基尼呀、哦，我看看啊，看看哪有比基尼。现在都没有人，这都中午，这都没有人，没有人下海呀，这都。我看那海里头有没有人可以下海。从哪里下来的？从前面，这有泳池。对，太夜了，现在这都没有人儿，没什么人儿，这都。那这不泳池吗？但是都没啥人儿，确实都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实话，我一来这里，人家要是一直瞅我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这，我要是穿个裤衩还行，我没穿裤衩，你知道吗？以为我像变态似的。其实我没那个意思，主要是你们。但现在其实也没啥人儿，这里头。往前面走走吧，这泳池不错，这个样子，玻璃的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这泳池温度怎么样，还行吧。晚点可以来这里游一游，但我现在没有裤衩，我得一会儿再去买一个去。他这边裤衩要266，我想了想，还是算了吧。他这边泳裤卖我260，我说60能拿不？他说不能，他说不能，那就算了吧，我自己淘宝买去，不是那个外卖送一个。啊，我网购一个。怕钱吗？那不是钱的问题。他一个30块钱的东西，他卖我260，那我也没办法接受，算了。这里边外国人挺多的，其实，啊，外国人，这都外国人。出汗了，有孔雀，咕咕鸡，咕咕咕。这样是不是就没有网了？哦，这样好一点。一般孔雀只有见到帅哥才有可能会开屏。咕咕咕。看来今天的我不够晒呀、啊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啊！谢谢谢谢。公的才开屏，这个是公的吧？啊，那是母的，我说的嘛。啊，这里边就一个公的，其他都是母的。啊，两个公的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共七只，七只就俩公的，五个母的，行吧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费劲啊，谢谢谢谢。看看海呀，行，我看看，下海。谢谢蓝林汉的紧箍咒的一个，哎呦我操，一个飞机儿，吓我一跳。谢谢紧箍咒的一个飞机儿啊，咋的了？不知道，他突然之间叫了一声，给我吓一跳。Hello。刚才那管家跟我打招呼呢，沙滩，这我的拖鞋不太好下去啊，感觉，哎呦。我看看怎么能下去啊，行啊，别整我鞋子里边沙子就行。完了，进沙子了。这都没有人，就一个人，这边的海下不去，这边只能看海，有沙滩看海，没法下，好像我看看啊，能下不？哎，好像可以下呀，哎，能下。就是这海上其实也没啥人儿，是不是包场了？没有人儿，太夜了，现在，人家都晚上，基本上都是晚上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沙滩通道。我下去看看去啊，这我得下去看看去，我得瞅一瞅。不过这大浪挺吓人呢。咋又拍男的呀？一共就一个女的，你就知足吧。哎，这怎么下去呀？这从哪下去？这不让下去。从这里。沙滩通道吗？也不对呀。这不对呀，不是从这下呀。从这下。从这下。扎脚啊，我应该把鞋放上面哈。抖得头晕呢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兄弟。哎呀，这我也不敢下去呀，这啪嚓给我冲走了，我这是完了，我这是回不来了。没有云台吗？没有啊，这自拍杆儿。
浪挺大呀，真的容易给人冲走啊。而且这也没啥人儿，我这刷刷鞋上去了。现在我鞋里头都是沙子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兄弟们。上去看看有没有在泳池里的人，我们就撤了，也没啥看的了。确实有点陡哈。我以为是真的长颈鹿呢，给我吓一跳，原来是假的。哎，我可以买个防震的吗？没有，这回没忘带了，凑合看吧。看看啊，我去那座上顶上坐着去，然后就不抖了，省得老抖。我现在鞋顶全沙子，怎么整？上哪冲一下子？游一下，坐一会儿我就撤了。哎呀全男的，这在我前面那个就我说那个外国小妹儿，外国小妹妹，男的这儿呢，咱也不敢上去拍去。我说实话，人家爸搁旁边呢，真是。拉倒吧，啊，拉倒吧。还让人揍一顿咋的了？我英语不太好，我英语不太行啊。
我这鞋怎么回事？你看人家说的都英语，俺们啥也不会。我再往前点吧，我再坐前面点。坐哪边？坐右边。咋的了？我啥也没干啊。但是前面的这个哟，往后点靠。哎，风景确实还可以啊。别拍了，一会儿超管来了，超管来能咋的呀？这海边这不正常吗？那还难道还穿个棉袄吗？真是的。你拍拍男的，看有没有那边。但其实人也就这点人了，也没多少人。现在的人不是很多。但确实是俄罗斯的啊。行了，看会儿我吧。我其实也应该穿个泳裤的，但是我裤子现在还没来。几点了？有人知道几点了吗？我戴口罩在干什么？我戴口罩那个安全呢？我戴口罩，万一这哪个病毒什么的，这个，而且我鼻子有点红，我只要一摘口罩，呀，你鼻子为什么这么红啊？那我起了个包，它能不红吗？真刺眼的，太刺的慌了。开美颜，我就开了个美白，真的，我就开了个美白。带上吧，但其实我开不开这个美颜呢，都还行，美白给你降到最低，最降到零，其实也差不了太多。哎呦，我真热呀，这我不行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我要被晒死了，我得走了，给我晒完了，给我晒的。消毒水池，小心滑倒。我问问他，我这个傻子该怎么办啊？
哎，兄弟，我这鞋里头整到沙子了，该怎么办？不得开鞋。这边啊，哪里有水龙头？拿水龙头。哎，好嘞，我去拿水龙头冲一冲。啊，原来有水龙头，不早说，早说呀！哎呦我操！看看脚，看看脚，看吧，看脚吧。我的脚，走了。现在没有美女，一般到晚上可能有人吧，现在都没啥人。嗯，而且这个地方不是海边，不是那种可以下去的海边，知道吗？浪比较大，容易给人冲走。他得再晚一点，可能人会多一点。晚上开吗？晚上看看吧。我感觉我们也差不多了，要不今天先这样吧，我就睡一觉。我早上没睡好觉。嗯，晚上几点开？晚上不一定了，不一定，也可能不开了。看看有没有人吧。我去睡觉去了，溜了，兄弟们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再见。猴迷妹说刚来我就跑了，我不跑，猴迷妹行不行？为了猴迷妹，我们再播一会儿，带你们转转这个园区啊，这都是我买下来的地。啥园区？这个叫海边海边极致沙滩别野园区。我看这里头都是啥啊，这里头这是码头。对，你也可以叫它花果山。你看还老是抖，那我不动就不抖。
走道能不抖吗？这旁这有船哎，但现在这些船应该都出不了海。不动也抖，这不是不动不抖，没有了，到底儿了，那边就是上山了，山我就不上了。我不动不抖，我不动抖吗？这不抖这。我换了个手啊，这抖也正常啊。抖一点很正常，那人的手都是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小抖，你知道吧。还不回家？回家。4月3号回家。回家再见吧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再见了，给大家一个波波。溜了。明天不见，晚上可能见，溜了。